今天我拍一个都市传说，这个都市传说的名叫做会回你的鬼。首先要拿一本书，翻开最后一页，然后要写然后你要写你是谁，然后拿着笔放在这边，走进厕所。 OK， 厕所放在这边，就这样。然后我们上去睡觉。 OK， 刚刚睡觉起来，现在是7:05。先进去看，嘿，你们看，左边只写你是谁，然后起来又看，右边就是写哈哈，我是鬼，哇，公公，公公，我马上去扫地。这个都是说验证到此为止，拜拜。